你过去。你不是说7点吗？对。7点。从现在开始到送你上回赫尔的火车，我不会再走了。你不是要面试吗？不去了。怎么这么香？刚刚洗完澡，睡前洗。你过去都老大不小了，难道不知道女孩子洗完澡都是香的吗？过去什么？不说了。你过去。怎么伤的呀？这么好看，花言巧语。老实交代，过去是不是很多人追你？我哥在我们学校有好多徒弟，初中就放话了，不让人追我，所以在学校，敢跟我说话的男生都少。看来以后要好好感谢一下穆小东了。但是有一次，只有一次，莫名其妙的被凶。我们班呢有一个留级生在校服后面写我的名字，我根本就不知道，就被老师叫去办公室，非得说我早恋要叫家长。我哥去了，我哥看着我们班大合影就说，不可能是这个人，我妹没什么好眼光，只喜欢长得帅的。还好我长得还可以，不然真没有把握追到你。真自恋。